哎呀，真红啊！今年好红啊！哎呀，好美呀、啊！来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二位来。大家好，我是乔欣，给大家拜年啦！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许魏洲，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嘞，好嘞，好嘞。那既然来到咱们这个特别节目当中了，我们就有特别之处，是不是？首先呢，先欢迎你们二位来到我们这一次的大年初一的这个春晚。第二个问题马上就来了，你们俩演什么节目？我们俩演的是一个什么节目？很神秘的节目，人家都知道。我跟你说，每个人来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来到这儿的都说我们这很神秘，我们这不可能。以为大家不知道，其实都知道。但是一看你们俩穿的，我就知道你们俩这节目了。是什么节目？魔术。我不这么觉得，你看红配绿一台戏，那可能是一台戏。哎呦，有一台戏，有一台戏。对对对，其实也是一台戏。我们是一个歌曲的串烧啊，歌曲串烧。哦，那怎么样？互相评价一下，你评价乔欣的唱功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人美歌甜。不是，你们能不能你们俩合唱几句，然后感受一下你们的这个声线是不是能在一起？我俩没有，这特别节目这么特别，我俩没有合唱在这里面。啊，没有是吗？就是一句的是吗？我们是串烧，我俩就是。对对对，没太串一起，就唱一个你那个吧，你那个哪个？不管我要吃牛肉，哎，就吃遍整个宇宙，对对宇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这是神秘节目，你怎么知道？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好了，这个吃肉的，就是讲喜欢的男孩不能阻止我们吃肉，你确实该多吃点肉。放心吧，太瘦了。亲爱的乔欣，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给你们吃的，马上就让你们吃好东西。来，回头请坐。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叫做家乡的年味儿啊，来上菜。哎呀，特别的香，特别重。但是这一道是我们乔欣姐的家乡年味菜。完了，这说了半天不是你的啊，这是你的啊。来，这个首先，先告诉我两位，家乡是哪里？我是家乡是上海。上海人啊，上海人啊，我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看，哈尔滨的啊，来，接下来就看看你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年味到底是什么啊。小心先来吧，好不好？对对对，来，掀盖啊，好期待。哎，哇，对，哎呦，我天哪，哎呀，这是那个排骨炖酸菜，对，是吧？酸菜就是炖豆腐，这个非常的东北。东北，你每年都能再吃到是吧？对，不是，因为我平时在北京，在上海，反正北京也有那种，就是东北炖菜嘛。像我们在横店拍戏，我也特别爱去吃铁锅炖。铁锅炖，对，就是很东北的那个，尤其是冬天吃，就会觉得很温暖。哎，那我得多问一句啊，小的时候，人家好多也来了很多东北的嘉宾嘛，都说这个酸菜是不容易做出来的，你们家自己做酸菜吗？哎有，哎，就是会有那种大缸，然后里面放着白菜，但是我不会做，但感觉好像家里的老辈都会做，他们就会上面压着石头。然后我记得好像那个老房子，比如说奶奶家呀什么的，他们就住那种楼房嘛，就基本每家每户门口都会有一个大缸，里面都是各家的酸菜。刚才说了不会做酸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问一下，会做什么啊？对，我会，那我会做的好多呀。真的？对，我会做红烧肉。真的假的？然后还有那个焗牛腩。那你跟我说说，咱烤一下。你先说一下红烧肉怎么做，我听听。首先你得把那个肉焯一下，里面放点料酒，还有姜片，然后再放点，然后你就炒糖色，然后等到那个，还会炒糖色，对对对，然后炒，先把那五花肉放进去，不是炒，煸出点油，然后你可以再炒点糖色，然后再放在酱油啊什么的。真会，你看他用了一个煸这个字。哎呀，那你刚才说那个焗牛腩你在做，你为什么咽唾沫？你自己说话。饿了，我这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吗？你尝尝，你先尝尝。我尝一尝啊，这个我们东北名菜。你们，你来，那我不客气了。你先鉴定一下是不是家乡的味道。可以，真的还挺香的。来，咱看看你了啊，来，魏洲到底是什么？三二一，先。嘿，水煮鸭血，鸭血我特别喜欢吃鸭血。先尝一口，我尝一个。我一看他已经夹起来，那不行了。夹起来放下，夹起来放下。好吃。哎呀天哪，我就说他既然穿着一身红，再配上这上面的一些辣椒，简直那么合适。你吃两口，我先说说啊，这个小的时候上海那边过年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大，我觉得大家过年小时候差不多，嗯，放鞭炮呀，嗯，完了，就大家在一块发红包，哎，给红包，领红包，领红包是最开心的。现在是发红包了，啊、对，现在是发红包，以前是领红包。对，我们那边就是，婶婶啊这种，完了就是给你红包，但是呢就是那种。也是欲拒还迎的、哎、别了算了然后这时候呢假不假事的对这时候妈妈就要出场了啊算了拿了收了吧然后哎红包拿过来啊、哦、给你哎就要上交问题又来了啊对到多大的时候会把这个红包就不给你红包了多大的时候好像到18岁的时候就成人了嘛截止到成人像有的地方是截止到结婚了以后才会哦是吗我现在还有红包呢真的我真的你看看我现在有对啊就我也会发红包、啊、也会怎么人家给你红包吗对人家给我们红包啊不你现在给你、啊、现在欣欣那个已经不能 啊哦我妈哦你还给我红包现在也会吗现在给啊小的时候叫压岁钱啊啊现在大了叫利是包哦欣欣这就不太一样了欣欣、啊、是从长辈那收了又给了晚辈了对那你这基本不是收红包你这是走账的、啊、走账合着我就是一快递员那说说你自己做饭吧你会做饭吗我会做饭会做饭来你也说上两道我听听最近我在研究西餐、哦、最近就是做一些牛排其实没有想象当中这么难一个主要是看食材然后我觉得做牛排的精髓呢就是说一定要有那个叫什么芝士好的牛排千万不要再放油了、哦、就那个牛排本身它已经是就油很多了然后就有一个这个这个黄油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穆拉德反应嘛其实就是把这个油一直浇在这个肉上面、哦、就让它特别香你反应几轮之后喜欢吃几分熟的我一般就不会太熟基本上喜欢吃生的啊哎不基本上做完牛排会跟爸爸妈妈什么分享吗分享其实做完一道美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对尤其是大家说哎呀做得不错做得好吃、哎、挺好 OK 那今天我们也吃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让你们两个来完成一下试吃了啊这个环节的名字叫水烫这里边啊你看有一层但不是水实际上油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里面都是所有的燃料啊你们自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那我们在做这个 DIY 的时候呢罗罗会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DIY 也开始来吧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片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沙龙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这个春晚小礼物马上就要出来了不过呢现在为了给大家更多一点福利我们请二位呢先在这个两件小礼物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等待送给您来吧在您观看节目的同时上抖音参与北京台春晚隔屏互动的挑战发布与自己喜欢的嘉宾隔空互动的视频就有机会获得跟春晚看北京节目相关的一系列嘉宾签名的衍生品哦好了那我们两位呢都已经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礼物啊还有包括给你们准备多出来的这份礼物都已经制作完成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到现场最后我们要有请歌手王璇儿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快乐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期待大年初一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不见不散有请王璇哎好了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
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有很多狗好卖。我不用了，谢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金属辞旧岁，福牛迎新春，祝福您新年新气象，健康伴左右，健康北京一起行动。我祝您在新的一年里鸿运当头，牛年报吉祥如意，万事兴，喜事盈门，欢乐多，阖家举杯乐淘淘，财运亨通福紧随。别忘了大年初一锁定北京卫视，观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哦。